欢迎汤枪嘛，要去洛港进乡，邀请大家做伙来。富安宫在24号暗时将要前往洛港客座进香了。今年庙方嘛准备了真济文创的商品，要邀请所有信徒做回来软桥卡博平安。今年哦，奖品哦，非那个纪念品非常丰富啦吼。啊，咱信徒来甲咱软桥卡，咱就一个迄个地球金来给伊吼。啊，搁拿来即个挂杯，咱嘛有即、這个阿妈做的迄个纪念的香袋。啊，搁有迄、那个啊，这个百里行脚哈，这个纪念品，啊，搁有这个拿来贴庙香，毛这个小香袋，啊，要来送的。这样行方式要前往洛江来合作，进乡环境表示，这款的方式已经延续十多年，利用三更的时间来回，嘛是对身体一种考验，而且大家若是有注意，就会当发现藤车马是少数上北的进乡庙宇。环境甲有别于其他的徒步进乡团哦。就是讲，咱富安宫是唯一，遐跨过流水溪是唯一上北的，其他拢总是落南的，啊，所以咱嘛是有这个特色啦，吼。在富安宫这届百里行脚活动中，庙方除了结合文创的商品，古今古水的妈祖、千里眼、顺风耳、甲宝贝的公仔，要甲大家做回来进香咯。过去咱的啊咧进香吼，拢有一挂顶头啦，像这个啊这迄款的吼。啊，这看起来吼、哦、是真传统，无唔对。啊，不过较无这个，那就讲啊，这个一点较合理啦吼。啊，咱用这应该讲对这个有别较这个一挂传统的这个啊进香的文化较无同。啊，这就是那像咧啊进香嘛是快快乐乐，大家那像咧办嘉年华会安尼吼。富安宫为期三天的合作进行活动，将在27号回銮安州，嘛再次邀请所有信徒做伙来感受妈祖的神威。记者真心常报道。